听我说啊，这个咱们刚才是不是把这收来封装了一下？嗯。是不是？那我现在是不是封装一套业务，这是对于用户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商品表的封装？是不是还有那个订单表的封装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你认真听啊，认真听来。我如果有这个订单表封装的话，我是不是还得写一个 SaaS 啊？里面是不是也得判断你是添加订单呢，还是查询订单，对不对？还是修改订单，还是删除订单，是不是也有这些方法，各种判断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同学们，我这么写的话，还能不能是再封装一下，或者是它能是中级版本吗？这里面一堆判断，对不对？一堆判断，然后下边这些方法，那是这里面就正常改啥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有其他的业务的话，你是不是还得去再写一步一句，对不对？那方法是肯定得有，但是一步一句是不是更多呀？这对于咱们 SaaS 来说啊，这里面东西是不是显得很臃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因为咱们都是有经验的开发人员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吧？所以这种代码的话，肯定写到这种程度啊，还是有不太友好、不太健壮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让它更健壮一些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它抽取出来，变成一个通用的东西呢？怎么去做啊？什么思想啊？很好，反射，没错，反射啊。那么怎么去反射呢？我们反射，同学们，我这个肯定是不要了，你就不能看它了，对不对？不能看它了啊！我看谁呢？我看的是下边的方法。我反射执行下边方法，哎，能理解吧？说这个啊，我就把它注释掉了啊，我把它注释掉，行吗？我把它都注释掉。是不是没了？ Post 还有这东西不要了。那大家想，我进去的时候来着，等于没进一样，肯定是不好使了，连度外度 pause 都没有了， service 也没有，那这些方法是不是全是废的？对不对？那肯定不是这样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有同学已经想到了啊，已经说出来了，怎么做啊？右键我写一个 service 啊，这个叫 BASE SERVREP， 看到没？我叫 base service。 来，下一步我看被子收来的是吧？之前是不是有 user 了？对，有 user 了。这个我呀，先这么地啊，一会儿再说。听我说啊，这些东西我全给它删掉，不要了啊！我是不是继承这个了？对不对？继承这个了啊！那么这里面它是不是有个方法，我们需要重写一下 ？Override 啊，要谁呢？就要 service， 看到没？就要一个 service 啊。那我这里面干什么呀？听我说，第一步，获得请求参数，能理解吗？大家注意，我这边的请求参数是全都要交给注释掉了，都不删了，给你留着这个啊，我不删，让你参考一下啊，是不是这句话？哎，我直接拿过来，我往上挑，是不是一定能跳到啊？对不对？来，同学们，这里面这个叫 REQUEST。REST ONG， 好，来，这是不是搞定了？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不没动静了呢？我那边 URL 是不是还是 method 等于 login， method 等于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还是正常取的那个请求参数？对不对？下边我干什么呢？下边我做的事情，同学们啊，我这个 method 同学们是不是一个方法呀？对不对？来，那个串是不是对应的就是你这个方法名啊？是不是对应你的方法名啊？那么大家注意啊，我想反射这个方法名，怎么办？大家注意 this， 我先说一下这个 this 是谁，
是哪个 surprise 呢？我将来同学们，这个你还不可能不知道，我这么喜欢你知道来。我现在这个是不是他继承的是这个？我不继承他了。能理解吗？我现在继承他了吧？那这个是谁呀？就是优的小孩子，能理解吗？他说这不是这个小孩子吗？这是啊。我说他是优的小孩子，能反应过来啊？你这么说行吗？咱们以前说这个这个叫什么呢？DOG dog dog 叫 instance of， 这么说吧，写不出来啊。假设啊，假设有这个对象啊 ，animal，animal， 来，你们 ，dog 是它的子类是不是？你说 dog 一直在 of 它是畜还是豹子？它是它的子类，同学们是不是畜啊？对不对？那要是哎，听我说，要是这个 ani instance of 它呢？是不是数？那肯定更是数了。自己 equal 是自己，不是 instance of 它，是不是也是数啊？这咱们你们加把劲就学过啊，能理解？现在这个同学们，它是不是代表就其实就是子类对象？能理解？不能理解不要紧，来咱们输出一下。这个说有没有 N 都行啊，啊，其实少 N。来，这里面来看，我一会儿我们输出去看看对象是谁啊。听我说啊，我这里面干什么呢？这是点 get class， 能看懂吗？是不是得到当前这个对象的那个 class 对象啊？再点 get declare 的什么呀 ？Method， 大家看，有两个方法啊。一个叫 methods， 一个叫 method 的，上面这个返回值返回的是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下边这个是不是返回所有方法啊？我其实就要什么呀？一个方法就行了。那大家看啊，前面是一个参数，后边这点点点什么意思啊？可变参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同学们，我这个第一个参数就叫 method 了，看懂没？是不是啊？第二个参数 request， 第三个参数。能不能理解同学们？啊？这是点 get class。啊，这得是啊，写错了啊。这 class 是不是？这不是，这是表示你的参数类型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实参，只是参数类型。拆开一下来，这就可以了啊。那大家注意，我这块返回的什么东西啊？啊 ，method 是不是 method 的对象啊？要哪个？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来 ，method。那就 M， 啊，能理解吧？现在同学们，我是不是得到当前这个类里面的以这个名去得到指定的方法？你如果这是 login， 同学们，我是不是就反射执行 login 这个方法？现在我只是得到 login 方法了，没执行了，对不对？执行了没执行啊？是不是啊？这里面要执行的是，没错。就这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参数，这个就 arguments 就完事了，这么给吧 ，req u e s t r e s p o s e，
这有点异常，有点多哈。其实这里面大家看，我是不是就三句话就完事了？第一话获得请求参数，对不对？看下来，第一话获得请求参数，对不对？第二句话是不是通过反射得到你要执行的方法呀、啊？然后它的 invoke 是不是就执行的方法了？那么这个咱们看一下啊，我给它拖过来，跟这个对比一下。你比如说页面里面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取到这个根据请求参数得到是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它得到什么？它得到要么是 login， 要么是 register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啊？它要么是 login， 要么是 register， 是不是吧？我说，咱们说这个编写代码的时候啊，说约定优于编码，我这里面是不是这个跟方法名完全一样啊？是不是？我的请求参数是不是要跟方法名一样？为什么要一样呢？大家看这块，比如说你是得到 login 了，我这块是不是根据这个 login 就得到谁呀、啊？返回是 u method 了，返回的是不是你这个 login 方法？然后我这个 m 点 invoke 是不是执行的方法了？把 request response 是不是传过来？能理解吧？就完事了。所以这个终极版本就变成这样了，看到了没，同学们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这能不能理解，同学们？我呀，这是不是我是动态生成代码啊？这里面是不是多出来一对标签啊？找一下来 ，user base 这么烂，你说有必要要它吗？我那 base 这么烂的，是不是这还有一个？有必要要它吗？我是不是还是访问这个 serverless 啊？它是不是继承了 base serverless 啊？执不执行？是不是执行了？能理解吗，同学们？我刚才他写的代码，我是不是动态让它生成那堆标签了？我有必要生成吗？没必要。我是不是直接还是该访问他？访问他，他是不是继承他去了？是。听懂了没？听没听懂？有没有疑问呢，同学们？先跑起来来。就是这次不太理解啊。我呀，把这 this 给你输出了，你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是父类对象还是子类对象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么写，应该是 this 点什么呀 ？get this， 哎呀，这样写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咱就得到那个类名啊，你看一下这个类名是谁啊？它到底是 base serverless 呢，还是 user serverless？ 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来吧，我再来一遍啊，我就不注册了啊，咱们走那个登录是不是全是这里面东西啊？对不对？来说 J E R Y 一二三，走你娘。说这玩意儿没找着呢。大家看这个 this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？是不是 user select 啊？ user select 啊？这里面是啊 login 没找着啊？这个大家注意，它这个 login select 里面那个参数是什么类型？怎么改？我得把它是给强转了。那这个还得两句话，是不是？来 ，http server serverless request， 那这里面说 request 啊不等于，来个二，改成 req 了啊 ，rest req， 含清加一。R E S T O N E 啊，R E S T O N E。
可以了吧？我这回传递的是不是这个子类的了？啊，这是子集接口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再来一遍啊。这个其实父类的可以吧，主要看这个是不是、啊、你这边得强转一下，那边就不用转了啊，要不然那边得转。好，来这位咱们再来重新部署一下。来我的账户啊，J E R Y 一二三，走，过来了吧？来，我的账户，点修改，是不是也过来了？看这后边来，是不是 User Select？ 是不是 User Select？ 对不对？说这里面这次同学们代表谁啊？他，同学们，你执行的是哪一个具体子类？这次就代表那个子类对象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完了呗。啊，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句话完了注释啊，一句话两句话，是不是三行代码搞定？对不对？问题是这里面只你这个方法里面要的是不是那个 ATV select 就开始的，所以你把它强转一下就 OK 了啊，能理解吗同学们？这就是我们的中级版本，完事了。在以后你写，咱们现在有一个 user select， 以后是不是什么 product select， 你们是不是也得一顿判断，还用判断了吗？哎，咱们就是不是所有 select 全继承它就 OK 了，通过反射是不是自动去找到你这个方法了？但有个要求，你们什么要求呢？你这个方法不是乱写的，既然你要通过反射，你这个方法名必须得跟谁一样，跟你的请求参数的值一样，我要根据你请求参数这个值的哎，来找这个方法名，是不是同学们？我要跟你请求参数那个值啊，来匹配我要反射这个方法名，能理解同学们？所以以后你们学习 STAR 的时候，那个标签这一配置上啊，是怎么回事？就这个东西，它就这么个东西啊，根据名去反射得到它，就执行哪一个 action 的具体方法，算是听懂了吗，同学们？